今年一度的鹿港乐一下亲子游乐园活动，去袂少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鹿港生态公园耍水看表演。另外，彰化县关护协会同时间嘛来举行骑 U bike 赛鹿港古迹，热烈滚滚。超大型的溜滑梯水池就伫眼前，小朋友坐好，哗了一声，游入去水内超清凉。这若是阁无够刺激，阁位边啊阁有清水池，小朋友浸伫哩水内真欢喜。每到热天，鹿港生态公园就化身为清水世界。鹿港电工所也规划一连串的趣味清水设施，甲唱歌跳舞的活动，予亲子会当来遮快乐一下晡。热闹的气氛，鹿港电工所特别在暑假。这个休闲期间啊，办一个这个亲子的戏水活动。那最主要是即马啊，在讲天气愈来愈热，那小朋友啊，有当啊，直接伫厝内吼，无所在通行吼，也是真困扰。啊，定在厝嘛是袂使哩。所以咱办一个亲子这个戏水的活动。那今天的活动啊，内容非常的丰富吼。咱除了有奖品要送予100人以外，咱如果有这个租真济这个气垫吼，然后有溜滑梯，啊有这个气船，啊然后有很多的水上活动。另外一头，彰化县关护协会所举办的青春少年探索古迹文化活动营，现场50位报名青少年，在领队老师的带领之下，由镇江镇长带头，大家骑着 U bike 要来探索鹿港的名胜古迹。哎，我彰化县关护协会吼，今日7月7日是伫咧办一个 U bike 的活动。啊 ，U bike 活动今日最主要是暑假的方面吼，要予一挂囡仔吼，会当有一个活动，吼啊，最主要是游百科甲古迹，吼探索古迹，伊来予囡仔会当讲吼，即个7月7日暑假的时阵，会当来古迹吼，每一个古迹会当了解一下，了解讲吼，有史以来是安怎，吼啊，再个游行，咱游百科有位中山路，吼每一段一直行。哦，了解庙事，了解古迹方面。大型嘉年华会，鼓励亲子同乐，大家做伙走去户外，享受属于热天的欢乐。罗中华新闻林桂英，鹿港采访报道。